跟嗰個計合會。啊，你啲大隻分低幾多先得嚟第一組港島區女子甲組的決賽，我們現在即刻進行頒獎。以前我們食指都有機會給我在那裡試啊。我們有請美利堯市女子中學的陳子欣甲組的冠軍和亞軍，得獎的學校是美利堯市女子中學。今天你估计我收视几多？